亚莉莉亚，你看，她醒了。罗萨莉亚，罗萨莉亚，是的，没错，她醒了。莉莉亚，莉莉亚，这个人还没开始就已经准备逃避现实了，你听到了吗，莉莉亚？罗萨莉亚，罗萨莉亚，没错，他非常熟练地选择了逃避现实的发言呢，我听到了，罗萨莉亚。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走过无数个春秋冬夏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我听说教国文献里有能够实现一切愿望的神奇的线索。于是，我一路跨过山河大海，走过无数个春。禁止自己复读自己。久等了，请允许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黄敬城直属的女仆。同时也是黄帝国的宰相利塔洛斯威瑟。
按照我们的规矩，一个被五花大绑只能趴着说话的肉票，通常甚至连自报家门的机会都没有。你究竟是勇气可嘉，还是说仅仅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？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没事的话别打扰我，人类。成为我的仆从吧，我会让你活到世界末日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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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过来啊。希儿，对不起。哼，终于回想起来了吗？没错，虽然你最终赢取了许愿的资格，但却因为种种不可描述的原因，而失去了回到你本该回到之处的途径。孤的阵图久经实验，本该完美无缺。最后却因你无聊的执念而生出诸多变数，以至于连孤自身也被卷入其中，狼狈至此。
不擅长告别吗？在很久以前，似乎也有人对我说过相同的话。但孤等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给这场闹剧彻底画上一个句号。离开的时间到了，舰长。君无戏言，孤不会擅自允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。我为什么要救你这家？心系苍生是帝王的美学，而且不知为何，明明相貌完全不同，看到你，我却总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位故人。孤只是稍稍对你这个自称舰长的家伙有些兴趣罢了。反正今后的机会还多的是呢。你怎么不听人说话？再下去就要被追上了。不管了。
不过，别再这么笑我了，我已经不再是皇帝国的圣贤王，现在不过是一名逃犯。先不说这个，敌人要追上来了。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分开他们，带走。
回去就让我见丽塔，不然就杀了我。别废话，陛下嘱咐了，要活的。这个人怎么处置？这个人是被我牵连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且他也没看到你们的脸。交给陛下定夺吧。也是，不知道哪来的蚂蚁，陛下要捏死一只还不容易。走吧。听说这位和德丽莎有几分交情，你们放开他吧。还不快谢陛下。这人莫非是傻了吧？现在这个世道，还会有谁不知道？
莎，原来你扮成了姑的样子，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样的趣味？不过即使这样，你也逃不出姑的掌心。盛翔王说话，舰长这时还能冷静以对，倒是能让姑提起几分兴趣，但姑是圣贤王这一点确实千真万确。曾是皇帝国宫中贵客，和你我无冤无仇，你不要伤他。好，姑答应你。那么，
你也需答应姑一件事。来人，给德丽莎大人更衣。在皇宫中日夜歌唱，我才不会只唱歌给你听，我要唱给丽塔听，还要唱给很多人听。德丽莎，姑没记错的话，以前皇帝国的子民都称你为星穹少女泰莉莉。今天是七夕，既然你得了星穹少女之名，你便唱一曲寄予星辰，给接下来的节目助助雅兴吧。不管你拒绝姑多少次，从姑身边逃开多少次，姑都会找到你，就像这次一样。好像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不过姑现在不能回答你，当下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你上来坐在姑身边，好好看着，和姑一同欣赏这场好戏，或许能解答你的疑问。是你说的家伙，无妨，不贵也罢。海盗王不贵，
怕是西夏还有他昔日掠夺的黄金。那么，英雄王又如何？不到三个月前，我连自己的国家都没了，你就别用这称号来羞辱我了，圣贤王陛下。见到两位还是在遗迹中，没想到今日会以这种形式在此相逢。两位可有一丝悔意？要是早知今日如此，还不如当时早些给姑回复。圣贤王，你今天不会只想和我们说这个吧？废话少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那么便如海盗王所愿，把那两样东西呈上来。这是本国武库中的两件宝物，今日借二位一用。这是重剑赤云，传说会在劈斩时涌出火焰，燃尽敌人的灵魂，因而无所不斩。这是铠甲影月，传说封入了黄帝国的亡魂，会吞没一切的光，因而无所不防。好你个圣贤王，你这是要我们？我们来赌一赌吧。姑想看看最尖利的矛对上最牢固的盾会是什么结果。天下都能拿来当赌注，区区两条人命又算什么？久违了，战场。姑想看看最尖利的矛对上最牢固的盾会是什么结果。英雄王，我敬重你，所以我会全力以赴。海盗王，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，哼，
三二一开。这次赤羽占了先机，但英雄王险中求胜，当赏又换影月抢了风头，大海盗王声东击西，当赏烈焰焚尽。我只想知道，当时两位作弊上官看着我国与霍斗死战，是否和现在的孤抱有相同的心情呢？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。烈焰焚尽，想拦住我吗？抓紧时间！不要，不要！预料之外的结果。命运或许有所不公，但死亡绝不会。你们来，一起死吧！德丽莎只是受了点惊吓，我让侍卫先带她下去休息就结束了。
舰长，你尝尝。虽然不是绝世名酒，但也是皇国有名的好酒不知春，因为口感清冽，因而得了春茶的名。舰长，怎么不说话？唉，看来是让舰长受惊了。孤先自罚一杯。今天是七夕，又不是素秋寒冬，喝的就是不知春清冽的口感，这酒何必温了来喝。白糟蹋了这酒。来人，带走。真是败兴。舰长这话似有弦外之音。
注意到了吗？哼。他死了。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，你来到这里的时间要比古晚三个月。就在这三个月里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变化的起因正是孤在荒岛上度过的那三年。虽然孤曾数次加固了霍豆的封印，但是孤离开的这三年还是太久了，足以让霍豆破封而出，危害四方。而霍豆袭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黄帝国。虽然千年以前孤曾使用阵法封住霍豆，让皇国免受异兽侵害，但这次当孤试图再次启动阵法时，才意识到孤的身边那些曾经与孤并肩而行的人都不在了。空有阵法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孤才意识到这次如果要封印住异兽，难度远超过往，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。至于援军那边，别说回复，就连两位使节也是有去无回。
两国不约而同选择了旁观，等待我国与霍斗战得两败俱伤，寻得一个能够乘虚而入的机会。等到孤研究出新的阵法，想去找丽塔和他一同封印霍斗的时候，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啊，这好像是丽塔的东西，跟我来。跑过去，不是，啊，这里也在那边吗？我们不会输的。就交给你了，在那边吗？河流的下游，那是不要神的镰刀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在看什么？在河边看到了丽塔的镰刀，那里也早已没有霍斗的踪迹，只有随着水面起起伏伏的花瓣。丽塔躺在水中，像是静静地睡着了。他身上都是伤口，但伤口早就不流血了。孤抱起丽塔，他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，但身体却变得好轻好轻，好像血已经从他身体里流光了。孤看着宰相，忽然感觉不认识他了，但是孤不知道为什么。孤抱着他，想啊想，想到逐渐看不见河边镰刀的影子，只有镰刀孤身之影的立在那儿。星辰从海面升起，
洒下冰冷的寒意。姑终于明白了，无论何时，丽塔看着姑的时候，我总感觉她含着笑，因为她的眼睛总是在笑的。但是，姑再也看不见她的眼睛了。姑再也看不见他的眼睛了。后来的故事你可能已经猜到了，姑是要替宰相大人报仇。就在方才，姑手刃海盗王和英雄王，终于为丽塔报仇了，只是还有一个人姑还未杀。不是，姑为何要杀一个疯癫之人？唉，他不相信丽塔已经死了，总是想去唱歌给他听。皇国自然不能有这样的统治者，所以我胁迫他退了位。同时我给他下了死命令，让他只给我一个人唱歌，不许见丽塔。对他来说，这样就算见不到丽塔也不奇怪，毕竟我囚禁了他。不过，这些事都过去。姑突然有了兴致，你陪姑下棋吧。舰长或许认为姑的提议有些唐突，但棋局如战局，有些事也只有在下棋的心境中才能明了。
舰长，姑看你这害怕的眼神，不会是怕输吧？怕输的话，姑让舰长直红先手。卒五平六。刚刚舰长是怪姑岔开话题，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吧。说来讽刺，因为宰相大人的死，几百年里姑未曾做到的事，却在这三个月间悉数完成。将六进一，姑有时总想起那十人说的话，自今而始，汝二人便得长生不老之躯，若无外祸，将永生不死。但是不老并非是不死，将六退一。前卒平五。不，是比那更早的事情了。卒四平五。卒六进一。居五平三。居九退二。居九退二。
无妨，举酒平武。见长。话筒他说，你们都退后，没有姑的命令，不准上前一步，违令者格杀勿论。看来是姑的时辰到了。不，你误会了，并不是故意图引证自己。这中酒无毒，有毒的是之前那中。那两个人留了后手，买通了姑身边的侍女，在酒里下毒。姑确实放松了警惕，也没有拿出银针验毒。他们用他们的死换来了姑的死，两命换一命，对他们来说是很划算的交易吧。
所以，孤放任自己喝下毒酒，是因为终于了无牵挂了吗？还是因为，孤终于确信了，你就是那个人呢？早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姑，我只有12岁，还是皇太孙关心大人。我只身出走皇月城，试图以一己之力保全皇国免受外敌侵入。不知为何，那个人本是一介无名小卒，与我素不相识，却执意护送我讨伐异兽。我还记得那个人烤的鱼，怎么会那么难吃？我得了很多人的帮助，皇叔、幽兰将军、铁拳先生，但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一切或许是从与那个人分别后的某一年开始的。我记得是帝国历72年，当我察觉霍斗的封印有所松动，只身一人前往遗迹。如我所料，封印不稳，必须要我亲自坐镇其中，方能加固封印。然而在那遗迹中，我又被勾起了少时的回忆。那个人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何时才能再见到那个人？我与那个人相逢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未来？然后我重新试图再次解析已无法唤醒的铁拳先生。对于我来说，铁拳先生是那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东西。我自以为参透了其中的奥秘，研究出了阵图，但带来的先是罗扎利亚和莉莉亚姐妹，然后是你。把你送回你该回之处，原本只是为了了却一桩麻烦。毕竟，你会被召唤到我们世界，
追根究底也可以说是由我造成的。被阵图的变化所卷入，流落荒岛的三年里，我持续关注着你的行踪，却不知为何总会在你身上看到那个人的影子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确定了。你的确就是那个人，虽然和你只相处过短短一周，却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。虽然样貌并不相同，但人的本质并不是那么容易变质的东西。而皇国之主的名号之所以定为圣贤，靠的就是这能看穿人本质的能力。我不清楚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，但是当初在你说要离开之后，那个本该是你的人却忽然之间昏迷不醒。在他醒来之后，却根本没有与我同行的记忆。我猜测，你或许是使用了某种平移的方式，借用了这个世界里原住民的身体行动，
而唯一能够验证我猜想的铁拳先生，在那次事件的最后也已陷入沉睡，在这千年间也不曾苏醒。我总觉得当初你把他留下一定存在着某种用意，所以反复对他的结构进行了调查解析，而在机缘巧合之下才仿制出的就是那个并不稳定的阵图。曾在阵图传送时分裂成了两个部分，先后出现的时间相隔了三年。而这一次，你比我晚到了三个月。如他过去自称的那般神秘，或许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丽塔战死而我不得不选择复仇的结局。我房间里，他一直在那沉睡着。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够唤醒他的话，那个人只可能是你。只是我的猜测，但是正因为是你，我才敢如此猜测。所以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改变这一切。找到铁拳先生，唤醒他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方法。救救皇帝国，救救丽塔，救救我。还记得
你和我那时说过的话，在那遥远的未来再会吧。所以请带我去能与你相逢的真正的未来。拜托你了，此刻先生。诸君，请随我，不备在此，跟我来。你中计了。姑只是稍稍对你这个自称舰长的家伙有些兴趣罢了。反正今后的机会还多的是，北不擅长告别吗？在很久以前，似乎也有人对我说相同的话。离开的时间到了，舰长。这不可能！这样就结束了。我们来赌一赌吧。命运或许有所不公，但是有王权。可能。所以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改变这一切。安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在那边吗？跟我来。你中计了。给你，我不需要。在那边吗？什么？安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不要擅自停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战局千变，皆在吾辈预料之中。
Thank you.
君，请随我出战，跟我来。跑过去，不试试我新研究的阵法吗？的一战，速速回去办场庆功宴吧。
多谢您的信任。目标出现。要喝杯茶吗，舰长大人？清扫完成，请指示。
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不可能！呀呀！你中计了！在那边吗？其实已至。地在云锤，天赋风扬。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跟我来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